第二段马上为大家介绍，小弟咱外景队去到福建厦门马巷原味店，吼、哦、来录影，为大家介绍。即阵地府参咱在进前介绍咱台湾满岛参南分省的地府，年代无同款，名嘛无同款，来看咱第二段影片。前提是南昆省大天府的沿革，福建东安县八巷的县位店，所记载是根据东安县志以及八巷厅志为主。八巷伫王宫，也称县位店或者县位堂。县位店的主神帝王爷，诞生明朝万历三年，西元1575年，俗名叫做帝莲。李鸿春又名德胜，是南京人士，文武双全，周家富贵，文重举人，武重进士。利用一生为人忠德义气，机关清正，爱民如子，胸怀治国安民，济困扶危济志。有一日，朝廷调派利用临江一府督察。帝王上林途中拄到瘟神，奉着玉帝指令往漳州散布瘟疫，减少日益增加人口。帝王知闻此事，心想自己来到漳州就任，如果瘟神前往散布瘟疫，漳州必然死伤惨淡。此时帝王心怀感伤，不如以自己之心代替漳州千万生灵。就设计地主运药，将所有药粉全部吞服，瞬间毒性发作，面色变乌。这个所在叫做小营岭，在厦门后边呢，古早叫做东安关，过厦门就是南安关。相传在古早呢，知府王爷伊考到进士了后，要去东安关上任做官。不过伊经过咱这个小营岭这个厦门的时阵，伫树仔下歇困。伊民望讲，天顶的瘟神呢，要早着瘟疫到东安关，制造一场非常大的灾害。这个时阵，帝王爷因为伊无法度解救这百姓，所以只好将所有这瘟疫，归去家己家吃吃了，结果中毒才死亡，规个面也翻乌。了后呢，相传呢，玉皇上帝知影讲帝王爷伊会当下心救人，所以最后就册封伊做知府王爷。啊，相传帝王爷就是这个树仔卡中毒身亡。此地就是小营岭，也就是帝王升天的所在。这座城门上下东平安，是宋朝理学家朱熹所题。朱熹也就是民间供奉的五文昌之一的朱夫子、朱熹神君。帝王过往之后，瘟神将情禀报天庭，玉帝非常的感动，为加冕其高风亮节。特封为大天顺寿，兼委派在马巷原味店为主神。因救人无数，威灵显赫，又加封为大天顺寿总顺王。目前的原味店是伫前几年才重建，古庙已经被毁，只剩两边的两户洞，是请公司所做。马巷县位地的利用，
与南昆新大地府满刀帝王府的年代相差将近一千年。台湾是记载东朝的开国功臣，大陆是记载是明万历的武进士，唯一同款的拢是为了救人民，祝福瘟疫心亡，而民心变好，所以后人才雕刻眼大面乌、心灵威武之将来奉祀。就咱这厦门爱马巷伊个文革，吼，伊是咱明朝叫地洪村。那讲咱这南昆新参满道，伊是地蒙彪，同款是温神降毒救世人，伊家己只民反乌来死，玉帝卡解封祀王爷，大天顺寿，吼。做好大家做参考，到底是安怎，我阁唔知影吼。阿小弟做节目讲。文革是安怎，找是安怎，我给大家。但是东条真正有李大良这个人，啊，四位我有查无啊？吼、哦，来，咱后边个为大家介绍两段这款的真神奇。神秘甲起家进程，吼、哦，真正足庄严吼，啊，多多支持。有时间老小弟奉茶，啊，小弟服务处伫咱这台北县三重区中央路四段127号。拄仔伫咱这高速公路三重市的交流道落来，第一个红色灯看倒手边第三间，有看李登在幸福正端红色个招牌，吼、哦，阮后壁有停车着，真方便。阮透早9:30开门，到暗时啊11点，啊电话是透早8-9点啊个接，接到暗时啊11点，多多支持我物件，好个靠甲恁介绍，相信我能给，吼、哦，真正广告马上倒转来。各位师兄师姐，今日小弟特别为大家介绍新产品，也是咱全省这中等的姜子师兄师姐，拜托小弟做较俗的香，做小弟阁邀请咱贸易商用着澳洲新产的檀木所做的线香，有笑山参笑纳，这拢是纯天然的檀落去做的。小弟的线香，你放心，绝对无用化学的香料参结粉，所以香粉若无小心落个手呢。保证袂烫手，嘛袂碰趴。澳洲新产的檀香、笑纳参、笑山，一组10斤，2000元。服务电话是02-8982-2422。作者姜大师兄师姐，拜托小弟做一罐大供香，小弟个拜托咱无有伤，无少重资，无烫重个钱，正单价老三段，正要找老三的作者啊。根本个无，正当家老三段有4点钟、6点钟、含8点钟，无想无赚大家钱，要予大家骗到，怎物叫做正老三的？一组10斤，1800元。服务电话是02-8982-2422。